梦，你今天的工作是什么？我是跳舞啊。在哪里跳舞？在台北市政府啊。Hello， 阿木，我们准备出发吗？好热哦！我们到了台北市。对，我休假。我们现在要准备陪思思去排练，它是一点，现在几点？现在好像快要12点，所以呢，我们等一下现在就要进到市政府。今天我是头目的一日小跟班，今天的活动呢是在亲子剧场由风马旅行社所举办的活动，叫做天使部落音乐剧。那思思她是这一场演出唯一的现代舞者，那她今天诠释的是非常有名的国际画家，也是我们花莲阿美族的画家，叫优媳妇的生命故事。基本上舞者的幕后人生就是等待的过程中呢，不断的暖身跟准备。今天思思的妆是我帮她画的，那至于她身上的彩绘呢，也是我帮她画的。这上半身。起亮。你读到别的吗？起亮。感到有点骄傲，今天这个小跟班做的应该非常的足够吧。7点开始表演，那现在他们因为是压轴，所以等了很久。然后现在就是已经9点快半了吧，就要准备轮到他们了。我常常告诉自己，我什么时候能够大王学到台北？他又长得不瘦。歌声虽然常常得奖，住在一个城堡里面的人是他的皇宫。当中有一天，勉强期待送到日本去受训过，很棒的翻译官，在为40年的童工来了。好，谢谢。